Y soy Hanna Yasmiri, este es un programa turismo de Go Chengdu y ahora estamos en Chengdu. Hoy queremos comer las comidas locales de Chengdu. Hello everyone, I'm Milly, she's Hanna, this is Chengdu, Go Chengdu's travelog laboratory. We are showing around the Chengdu online. Today we will take you to eat three hotelry.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又出动了。那么这里呢是我们的成都文广旅购成都的线上旅游直播平台。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吃我们成都的一些特色小吃。那么第一站呢想先带大家去吃糖油果子，我个人非常喜欢糖油果子。三大炮嘛。是的。哦，三大炮我们待会儿再去，我们前面好像三大炮先可以。好的，那我们先去近一点的三大炮吧，可能我太想吃糖油果子了。好吧，那我们就往前走吧。我们现在是在成都的这个宽窄巷 子。对，那么这里有一些我们给大家选择的一些小吃店。那么三大炮呢是大家应该喜欢的，会很熟悉喜欢吃的朋友们。三大炮是著名的四川地区传统的特色小吃，主要由糯米制成。由于在烹饪糯米团时，三大炮会像弹丸一样发出当当当的响声，那么所以我们就是把它称为三大炮。那么三大炮它的口味是甜的，不甜不腻又发渣，而且价廉物美，所以受到就是不管是当地的成都人民还是我们的海内外人士的一个欢迎。它的主要食材呢是用糯米、红糖、芝麻、黄豆而制成的。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师傅的准备好啦。这家店就在我们这个窄巷子的入口处。嗨，我们想点一份那个三大炮。可以，成都的地小吃啊，很有名的。糯米小吃。哎。师傅好热情啊，小哥哥应该是不能叫师傅。来一份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制作过程好吗？是糯米做的。是糯米。妈妈啊，分成三小个。圆啾啾的。弹在里，弹进去，沾这个豆粉。真的很大声，很大的咚咚声。为什么一定要发出这么响？三大炮嘛，比较声音呢是要有气势嘛。它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吆喝客人或者引起就是过往行人注意的，对。加红糖汁，所以三大炮这个小吃其实是一个热的小吃。好的，还三次吗？牙签给你。可以看一下，还有芝麻上面。成都的一碗国内一流文旅体综合企业。成立十年来打造的宽窄巷子，这样就可以行了。刚刚我们的师傅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三大炮。那么三大炮呢，其实在以前呢，它是在我们赶花会或者庙会的时候，那么一种特殊的小吃形式。我们可以看到它每份里面只有三坨，然后呢分为三小坨后，然后再把它摔在我们的这个面板上面，裹上黄豆粉，浇上我们的红糖汁，再撒上芝麻，然后就可以食用了。制作的过程呢也是非常迅速非常简单的，但是不仅好吃还极具这个表演的观赏价值。对，很热闹，我们要趁热吃。谢谢小哥哥，那手机有点歪。对，三大炮，我们的 Milly 给我们的外国朋友们介绍一下。It's not only to please customers, to its performance, its self works, sweet and fun. 好吧，来看三个美女，看一下。Let the artists for a long time to forget. We finished it off with a dessert like its name, three hotel world, birth of emotions, rice flour.The chief branches of the table fitted with bells. 好忙啊，这个。好了，那我们趁热吃吧。你先吃，米粒。先吃一个。你是成都人吗？我俩也是成都人。哇。哇，大家能看到吗？对不起，这东西。我嘴上是不是全是豆粉？没有。很美，有纸吗，小哥哥？
谢谢 ，Thank you。是的，三大炮确实是非常具有成都特色的一种小吃，我也要吃了。我最喜欢的三大炮。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吃不完。一口把它吞下去。一口吃不下去，不行。是吧？我就感觉它就是糯米、豆粉还有红糖、芝麻四种香气交合在一起。他嚼很久，你可以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所以呢，建议大家来到成都的朋友们一定是要来品尝我们的这个三大炮。它是成都很具特色的一个小吃，而且特别是喜欢甜食的朋友一定要来试一试。而且很多游客都说这小吃是非常具有生命力的一种小吃，因为你不仅可以吃还可以看，而且是三大炮就图一个热闹。对，那成都制作三大炮的这个店家很多，那么在我们之前的直播中带大家去到的景点，能吃到三大炮的地方呢，一个是现在的宽窄巷子，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文殊坊，以及我们的锦里都能够吃到三大炮。这也是很多外地朋友们来成都必打卡的一个地方。我们旁边还有这个好香烤烧烤，铁板鱿鱼，烤鱿鱼，哇，太巴适了这个味道，太甜了。好吧，那么刚进来的朋友，我们这里呢是成都文广里购成都平台的线上旅游直播节目。现在呢，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宽窄巷子。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探访很多成都的特色小吃。那么刚刚呢，我们是品尝完了我们的这个成都名小吃三大炮，也观看了这个三大炮制作的这个过程哈，非常的美味，非常的精彩。The three itinerary. We finished it off with the dessert like it's named the three itinerary. Three itinerary. 好吧，那我们去下一站吧，我们再去下一站。这个三大炮，我们接下来再去带大家吃到更多的好吃的。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今天会一直更新。拜拜，马上见，一会儿见，稍后见。